快快，他是谁呀？我搂紧紧的。你搂紧紧的啊？他是谁呀？你告诉我。是我的弟弟。你的弟弟叫什么名字？叫洋洋。叫洋洋啊？我跟你玩。不给我玩啊？你喜欢弟弟吗？喜欢。喜欢弟弟呀、啊？不给我玩啊？啊？你没有弟弟。啊、哦，我没有弟，我真没有弟弟，我还没有你幸福，我没有弟弟。嗯，你问问叔叔有弟弟好吗？有弟弟好吗？啊？好。好啊。啊、嗯。你有弟弟吗？我没有弟弟呀、啊，所以不好啊。我有弟弟。你有弟弟是吧？对呀，你来给。他吃着呢，你先给他吃一会儿，过会儿再不给他吃好吗？先让他吃一会儿。有，宝宝。他也没哭。宝宝。洋洋，洋洋，洋洋，你干嘛、啊？不吃奶嘴，他就吃奶手了、啊，还是让他吃奶嘴吧。洋洋睡觉了，已经要、啊、想睡觉，对对，想睡觉又不睡。咬呀呀呀呀呀！咬呀呀呀呀呀！呀呀呀呀呀！哎呀呀！吃奶嘴，吃奶嘴，吃奶嘴，嗯、姐姐帮你。有点困，困了哈，睡觉，宝宝。他有点困啊。你看，他就完全像曾健吧，皮肤黑黑黄黄。啊，他像你，像我，像是吧？嗯，像你。这个小孩也不太好搞。这个。要哄。那肯定的。嗯，给他喝。妈妈，我听不到声音。听不到什么声音啊？电视的声音。听不到声音了。嗯，呀，喝水了哈。起来啊！喝的是热水。是气泡水。哦，气泡水啊。他不喜欢喝热水，喜欢喝凉水。啊、哦。气泡水就含苏打的那种水吗？没有苏打。哦。哦哦，自己给他弄上，打上气儿是吧？哎呀，真好。要沉浸一下。哦。